the chip. Pause.
点自信。使劲。好的。开把成功。所以说这一把奠定了他这个。也是三把成功，最终以163公斤拿下了抓举的金牌。对，还是不错的。嗯，好，我们稍事休息之后为您带来挺举的比赛，稍后见。我觉得调整好状态应该是问题不大。你看他有点偏。嗯，他一直有点偏。好，有了。你看幺六七，我们期待现在是电脑自动生成的，哎，163，看这是不是一个战术？战术。